潘氏家族阵容坚强，生儿当生潘怀宗，娶妻当娶尤庆荣，认妈一定要认潘奶奶。真的，怎样的一个家庭和谐美满哦，几乎就是不要用到三倍券的家庭哦，就是这个家族应该可以把券捐出来的，完全是非常。但是很多人就问了哈，就是我们每次都是意犹未尽嘛哈。虽然在前一集呢，我们前情提要已经讲了如何做好吃的炸酱、优格、酒酿，对不对哦？但是我们也知道，奶奶不能够就这样轻易的放过他了哈。老人家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加宝山，然后再加上怎么样会有这么头发黑、唇红齿白的媳妇儿跟儿子，表示他们的食物一定有特殊的配方。那在今天端午节呢，我们虽然说现在教大家怎么做粽子哦，有一点那个来不及，但是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一些都是为了超前部署，我们为明年准备哦。所以啊，美尼啊，各位虎啦哈，今天端午节不能免俗的就是呢，考生最爱听的包粽这两个字哦。怎么样包粽子？然后呢，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其实是甜粽，因为在一般来讲，大家会觉得啊，假霸掌是南北粽嘛，哈，南粽北粽这个都是待会的奶奶会跟我们说。但是为潘家哈那个孕育出这么多优良 DNA 的奶奶，她的甜粽我刚才吃了。因为我上次被酒酿呢，就是吃的太猛了，你知道吗？好，所以说有点不专业，所以我今天都只有在工商服务才吃，非常专业。我要跟各位讲，难咸粽比较简单，甜粽非常难。如果大家有曾经在台北的几个有名的老店哦，那些什么早年的一些点心世界啊，或者说什么吃过甜粽的话，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家传的甜粽真的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一般的甜粽来讲，有一点米烂，然后豆沙馅黏，对。可是我今天在第一次吃到，就是说它没有油味，然后不甜，不会刚刚好甜，而且做到那个红豆沙。你看得出它的沙，这个才是重点。它不是一坨黏的，它是看得出它的沙是松，可是它却口感黏密，还有一点红豆皮啊。有些红豆你不会煮的话，它会有植物腥味，对，植物的腥味。但是这个完全没有。好，我要把专业的时间。那今天可能我们又不会让潘教授讲太多话了。上次有一点发言权被他抢回去，他一口气念了18道目录。那我们今天主发言权要交给我们的那个金氏天才媳妇儿尤庆荣博士跟奶奶潘奶奶，大家好，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大家快乐。奶奶，你鼓舞很多人呐、啊，老人你知不？啊，较爱好，嘴气爱强哈，然后呢，嘴气爱好对不？然后心情要快乐，对不对？啊，然后说，如果说他们没有那么优秀的潘怀宗博士这个儿子，就自己买书来看，对，也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好 ，OK， 好，我们潘家传家健康菜这本书呢，今天是第三集了。今天的系列我们是特别节目，因为是端午节。好，我们来邀请奶奶。我刚才吃的是，这应该算湖州粽或是潮州，对不对？哦，是长的。然后在我们目录可以看得到，你看得到它的馅儿哈，这个怎么做的？好，奶奶高丽呀，哦，端午节，红豆丝，红豆丝要怎？来开始了哈，红豆丝开始讲，你红豆啊哈，你用啊要去困落去洗好清洁个浸。要红豆，我不讲一定爱买倒一种诶，万山。免你买，上好是买新的较好滚。新的。就是旧的较恶煮，那怎么知道它的豆子是老豆还是新豆？欸啊、你看就知啊，那老豆会金金啊，啊你那新豆啊会安粉粉呐。哦，这样子、哦。我甲你讲。哦，那我以后脸不要打腮红呢、欸，人就知影我台湾呢。哎呦，这个就是你有肉粉无肉粉嘛。欸啊、我们买青春的肉就对了啦，青春豆。新的较好煮。嗯嗯嗯。比较粉粉的，啊、没有金金咩？哇、哦，天哪！好，今天化妆要改了。你今嘛用啊？要困个洗清气咯，浸的，浸，甲坎坑遐浸的，明仔再爬起来，遐水倒因蛋上，啊，再搁再加清气水吼，差不多淹红豆啊，那水安尼起来。啊，高过豆子。嘿，爱淹一挂水，对，放个电锅，你电锅外锅吼，放三杯水，然后切落烂。好，博士，就是说豆子。
第一个晚上浸是不是？对，嗯，然后第二天早上再换水，就把水倒掉，嗯，换水。嗯，那就是水要比这个豆子多豆子大概。大概一寸管的最一寸一寸哈，对 对, 對，然后放电锅，嗯，大同出现了，对，外锅放三杯水，嗯嗯嗯，三杯水，然后就主要它跳起来，对不对？啊，你唔当去先干焖一下，啊不要，啊你看那个摸红大都暖暖暖，啊啊，就这样子就够了，对不对？嗯，那你焖要焖多久？哎，像咱煮饭安尼，你随随去烟，饭卡无食。啊，对，哎，热就好食。我都热十分钟安尼啦，哈。哦，就是大家有知道吗？关键不要一直掀锅盖，人家已经跟你讲了，大红电锅就是叫你不要把那个锅盖掀开来啊，让秘密都知道。要闷一下，闷着。好，然后十八分来。啊，安尼就好啊，哈。好，第一个。啊，你红豆浸，敢着放冰箱面？啊，红豆浸干就放冰箱，放外口还是放在外口？咱天气冷。博士，你这个话问的我胆战心惊嘞，想说，哎，为什么还有冰箱这两个？没有，因为我特别帮你问的。你可以，因为我们外口都会晒，因为你红豆浸水你可以放外面，但是我们一般黄豆浸水要放冰箱。哦，不然会变豆芽吗？它会臭掉。哦，会酸哦。好，所以就放室温。好，常温就可以了。嗯，那这样子豆沙就开始要做了吗？对，对，嗯，你即马红豆啊，拢切烂掉。嗯，啊，你即马就爱鼎底爱放油。什么油？你还未要做豆沙啊？对，要即马要做豆沙。啊，对对对。我跟你讲，猪油煮的是较香较好食，嗯，啊，不过即马人唔爱食猪油，你就用沙拉油。沙拉油，沙拉油就可以了。你爱。爱迄啰油有够，豆沙在乌。哦，可是我们看不出来它有油哎。它用沙拉油。你酒哪不？你哪？感觉是没有油的耶。哎呀，你爱看这个油。哦，这就功夫嘛，对不对？哎，来，你油哪不够，豆沙袂乌、袂红、袂水。哦，对对对对。啊，我补充一下，要先洗出豆沙。你袂使讲放偌济，我唔知影你要煮几斤红豆啊。对啊。你若红豆啊，一斤就唔免下啊多，你若两斤油唔就爱较多。你刚才说洗豆沙是怎么样，博士？就是你那个红豆煮好了，嗯，要拿一个就是有洞洞的。筛子，然后用汤匙，酒曲的时候，酒酿我们也用过那个筛子，筛子又来了。这个筛子要更密，嗯，不要太粗。然后就是水小小的水流动，然后用汤匙把那个红豆压碎，嗯，然后它那个沙就会漏过去，对，那个筛子，那底下放一个锅去接住那个沙，哦，然后再用类似那个棉布袋，嗯。把这些沙跟水倒进去，嗯，然后挤干，挤，就倒这就出来，就豆沙了。哦，就是豆沙，就洗出豆沙了。所以其实你第一道是要先过滤掉那个壳嘛，然后它的第一次的沙线会露出来，对不对？豆沙，然后再用纱布，对对对，再挤，对不对？挤干啊，那就是这样，然后再炒。然后才用刚刚再来就是刚刚在用油炒、嗯、油炒对不对？对，所以那炒的时候要怎么做呢？我跟你讲，炒的撇步，你拿煮哦，你爱挂手炉啊，伊个即卖拿咧煮哦，伊个油会扑，会甲你。噴那些酒都会蹦吧，要戴长袖或袖套。哎，你爱这里啊，伊甲你噴了拢会蹦吧。哎呦。嗯，哎呀，这外面就重要哎，没啊，对啊，对哦，你煮豆沙这是师傅哦，真的耶，讲的好像很难，要不要我们直接就团购好不好？没有，比较快一点呢。你豆沙吼爱煮好大，爱要一直炒哎，一直是拿这竹笋哎，爱两个人对哇。天哪，这有点像在备茶哎，在炒茶哎，你一个人哦，手动袂掉，爱两个人。对啊，因为它不能，因为你停下来是不是就焦掉？哎。对哦，煮豆沙袂使炒迄搭功夫哦，一支的啊，就实在太困难了。我们实在不应该。你安尼留爱留偌久？哎，留啊！迄豆沙爱点偌钟，一两点钟留啊！迄豆沙打起来，安尼会唔再做？哦，就是要那我们怎么知道它好了没有？就是炒到它干吗？你爱看？天哪，这个完全都是一种神。打掉，
你拿袂振动啊，你就爱较紧徛起来，紧安尼。哎呦，搁要徛起来，脚无徛起来，你无法度啊。这脚一定爱够好，所以要讲到我们膝盖要够力了，因为你一定爱徛起来。啊，无人倒水那，迄那遐尔贵，都是煮倒水。对对。拍煮啊，爱功夫啦。甜的重比咸的贵，因为功夫。所以我说这个功夫真的是，我们今天就是选到这个，你知道进阶版了。因为咸的我觉得容易哦，哈，现炒一炒，然后就煮了，对不对？但是这个豆沙的馅太难做了，对，前一晚就要泡水。我跟你讲，我曾经到过台北市，现在有一间就是大家都排队在等吃的，对，就是不受疫情影响的那一间。那无所谓，我不讲了。然后他们也有卖这个红豆沙粽哈，我吃了以后，我发现那差得远了。嗯，我也吃过，差得远了。你知道我一定要讲差在哪？因为你都吃好料的，米就有差了。煮的那个米的那个 Q 度, Q 度对不对 ？Q 度就差很多。那这 QQ 爱烟暖暖。然后你这个不会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那个米是烂掉出水的，你知道吗？不会。这个就是你的，你是 Q 的。而且我跟你讲，它的红豆沙跟我红豆沙差太多了。你这个红豆沙看起来是真正深色的红豆沙，有沙感。对，它那个红豆沙是看起来好像一坨那种内馅，然后还反白，有一点就是你知道有点腻嘛，我就说那个有点油蒿感。好，我们大家回来要讲这个米哦，米来了。刚刚潘博士有讲说哈，为什么在外面吃跟我今天吃的完全不一样？哇，我今天简直吃到那你知道国宴级的嘞啊！到今年还没有国宴嘞，所以只有我吃到。哎，难道预言者我也要去选吗？OK 哈，这种为什么你知道它的米哈是 Q 的？除了豆沙，你看得到它是粉，可是吃到嘴里是绵之外，对不对哦？炒豆沙够爱夹起来，然后炒到它收水，水都没了以后松干以后，然后米对不对？它的米不像外面有些它煮的那个有点边边会烂掉的，然后那个豆沙有些就是像潘博士讲的结。一年一年哦，有一点点油腻感，对不对哦？它这个是松的，很清爽的。然后重点是米很 Q， 米很重，米都重要对不？好，我们现在馅怎么放多少糖呢？馅的糖要怎么放？我哈一斤红豆下14两，一糖唔好下啊甜啦，食伤甜。一台斤对不对？嗯嗯。因为我们量体重习惯看公斤了，一台斤14两，什么糖？啊，白砂糖吗？爱恰刷，哦，红砂糖诶，红诶恰刷。关键字什么意思？就是就红砂糖，就红砂糖，红砂糖还是黄砂？二砂，二砂。嗯，我们要到哪买？跟人家讲，就赤砂，赤砂，赤砂。哎，对对，恰刷啦。原来砂糖有分那么多等级，恰刷，恰刷，恰刷哈。反正就不是白色的，它就不要白白的哦，恰刷。不是不是，黄的，黄色，黄的，黄的，红的是红糖哦，不对不对，黄的。天哪，不要乱听我讲啊！恰刷，再来一次，博士讲的恰刷就对了，赤色的赤吗？嗯，赤砂。然后14两哈，那在什么时候放糖呢？你倒你油下落去，豆沙倒落，你糖落爱落啊。哦，糖不要先给它融掉哈，不用一起，不是像做胶。你安尼甲甲拉一朵的滴滴融去啊！哇，那真的要很久哎、欸，滴滴融去啊！因为你的糖要融化，然后要在豆沙里面，哇，那真的要搅拌好久哦。1个多小时，已经嘛那糖那油哦都变水啊。啊，你来滴滴煮滴滴煮煮，爱豆沙打去啊。我的手也要换关节啊！对啊，我听个手疼，网球肘。来手煮豆沙，那是师傅哦。我这三颗绝对不给别人吃，因为做的真的很辛苦。好，豆沙馅完成了，对不？完成了啊！米来啊，米来啊！米很重要。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豆沙馅完。你讲你豆沙爱冷，爱做几条几条去冷冻啊？什么意思？来，爱冻起来。豆沙要捏成一个长条形，豆沙收好了嘛哈，哎，弄好了，它等它冷啦，要凉啊，放凉，嗯，然后呢，比如说做成一个长条形，嗯，啊，这等啊，做这等，像小热狗那样，哦，小热狗，好好好，就是搓一搓，搓一搓，就搓一搓，对对对对，小热狗，一条一条。哦，摆好，摆好，就是把它当成是你待会要包的时候，还没有哦，要放冷冻库，哎，冷冻库哦，冻起来硬，冻一天一夜。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不是像我们包馄饨或者鸡脚，不能这样子。你即马包吼，爱红爱甲赞，你迄米若走喺红豆啊，你个煮袂熟。啊，
哦，米不能够跑到馅里，对不对？对啊，哎、欸、哎、欸，喂，你们这些这个怎么那么厉害？像咖喱咖喱啦，啊，我自己学呀、啊，我自己慢慢啊学啊。如果你的豆沙不冷冻的话，哦，你不仅是放不好放，它不能没有办法放在正中间。另外就是你在绑的时候有压力，嗯，所以那个米就会渗进那个豆沙。啊，你米啦，道理你就煮袂熟啊啦。哇，你看，啊、你内底米就一粒一粒青的，要安怎吃？天哪，那以前的人没有冰箱，他到底怎么做这个馅儿的？哎、欸，你讲得很好，那我就不知道了。对，难道红豆沙粽是有冰箱以后才有的发明吗？那就不知道。可是奶奶你太厉害了耶，奶奶是民间博士耶，嗯，她都会自己体验到，就是说怎么做，你自己想的哦。哎呀，我自己慢慢啊学啊。所以你爱跟恁囝玩味啊。你做的时候不要一次把全部豆沙拿出来，好，一次拿个五个十个，五个拿出来包完了，包完啊，不要让它化，对不对？对啊，没在这个我懂了，这个这我知道，因为我每次吃雪糕，对不对？对，很想吃很多种口味，把它拿出来是不行的，吃一根拿一根。对对对对，好，这个已经准备好冷冻了啊、哦。你包多少拿多少，不要一次那么全部弄出来。你看你卡就紧啦，慢，你若慢提几粒啊了，啊你袂用包，你提出来就退冰袂在啊。我应该是一礼拜提一粒，你看看很难嘞、欸。第二个了，米是关键了哈、哦，米、嗯、豆沙馅已经花了一天。等于我们花了两天去做了耶，一天浸嘛，哦，对，一天炒，然后还要一天冷冻，对，这个就已经是三天两夜了，对啊，好一个周末了，放冰箱，再来米来呀，啊米来，哪一种米？米竹啦，圆如圆的，啊你爱买旧的，未使买新的，相反哦，红豆要买新的，不擦腮红的。不打亮粉的啊，然后这个米要买旧的啊，再 Q 了。为什么？再 QQ 了。哎、欸，新米为什么不 Q 了？啊，新米诶，诶，软软啊，挤挤啊，水分可能还多水分多。嗯、啊，这个化学博士就知道了，嗯、对，很聪明啊，这好厉害。你还会用看米啊，不用看你有往变去啊。我看你算了，我看你问那么细也没用啊。我帮人家问啊，是是是，我们要服务广大的。我感觉越听你是越遥远。我发觉我这三颗，人家是越听越靠近，你是越听越遥远。我越听越觉得，我跟你讲，咱咧食饭的米哦，碰到的重哎。咱咧食饭的米就是新的，啊，煮个 QQ 才好食着。对啊，啊，咱包装袂使爱旧的。那妹子跟他讲说我们要买旧米嘛，啊，伊会骗你，伊会甲你骗呐。我们去，我骗你。那我怎么办？嗯、啊，你爱会响的啊，我内行的，伊讲我买煮米内行的，我这样子讲，直接讲说我们是潘怀忠妈妈潘奶奶说，要买这个旧米，你骗我们哦、喔。对，直接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们就分不出来了嘛，你哦贵，我甲讲贵无要紧，你唔好甲我骗，我要古米。哎、哦，那也安尼，你那古米较贵，那有什么代志？对，通常不是卖古米较少。因为物以稀为贵啊，是，所以不要说旧的不好哦。对呀、啊，我们这样子说有资深的，啊，你古米在 Q， 资深美女才是真美女啦，啊，真的，你新米也软软啊，这这歹食。好，来了。新豆旧米哈、嗯，米要浸泡吗？嗯，爱洗哦，蒸汽啊，甲泡一两点钟啊就好啊，就可以，这个不用一夜了。对啊，不用一夜。那接着呢，要蒸还是？啊，你起码都爱多加多少大，有诶洞洞诶，就是塞子，有塞子，沥干水。啊，你爱。下骹甲冲者面甲新嘞，有点像纱布吗？不是不是，就是你一样是筛子的，一个筛子的锅子，子對對對那底下放一个可以接水、哦，因为它水会一直滴下去哦。对，所以我们不希望那个米太湿。啊，我跟你讲哦，你汤匙啊都爱去买落安尼，嘟嘟啊好个哦，下骹放一汤匙啊，沾沾迄豆沙下落，搁一汤匙啊安尼包起来再变大了。哦，要买一个。调羹，一个调羹，一定大小的调羹，调羹，对不对？对。然后，那你的米这个，哦，这个很下面一个调羹，就是你粽叶弄好了，对不对？粽叶弄好，然后先一汤匙的米放下去，放下去，再放豆沙，再放一汤匙的米，所以豆沙就会在中间。安尼啦，节目到此，我离粽子更远。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新豆旧米啊、哦，米这样子，你刚才博士，你刚才说就是让它漏了水，对不对？哈，然后那这就是这现在到这个阶段还只是洗米的过程、啊，还是米，然后米还没有变粽子，对，生米还没有煮成熟饭，还没 OK。好，所以粽叶折好之后、嗯，先放一汤匙的米衬底，生的吗？生的，然后中间就放。红豆沙，红豆冻，那冰冻的红豆冻就红豆冰，好，对，然后再放上面再放一汤匙的米，哎，都只有一汤匙哦，对，那大一点汤匙，你安尼包起来，唔再变大了，再碎，丢，你若要卖，唔再卖了，有一点像，哎，我卖一点了钱，免洗筷那种汤匙那么大。比那个更大一点点、哦，我知道，就是比那个一次用的汤匙还要再大一点点，再大一点点，对不对啊？好，就一盆一层一层，这样就是一粒了。对，那粽叶就是一般的粽叶。对哦，好，粽叶也要洗哦，哈，洗粽叶要晾干。粽叶外头只糖外多啦，爱浸的，哎，边拢哎，哎，糖外多。又要浸哦，爱浸一下，暗再洗一下。你想要弄？你粽叶要买来安怎弄？粽叶要买来爱加。迄头啊，渐渐爱加掉，你无加掉会煮破去。爱加，爱往加多加。什么地方要剪？就是粽叶是这样长长的，对，长长的。最后面有一个尖尖的，哎呀，剪掉。最前面那个地啊，地、嗯、地那个地方要剪掉。剪掉呢、哦？然后再浸水洗，对不对？啊，白溜爱加，啊你爱省，你一斤百十粒啦，哦、一斤米百十粒，哦、啊你粽叶啊爱省。啊，加几条啊，安尼包起来拢袂加，粽叶啊拢袂加。对对对，因为可能有时候粽叶破掉了，多买一点。粽叶是不是什么时候都买得到？对，台湾应该可以买得到，没有竹子嘛，对不对？对对对。好，粽叶这样子，我们就啊，这个关于怎么折粽叶，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已经是家政课了。我来包哦，一斤米包十粒啦。哦，一斤米包十个。嘿，啊，一粒粽爱两个粽叶啊，你爱算。哇！啊，你六斤米看几个粽，又还百几个。哇，这个一定要博士了。嗯、这个时候因为运用到微积分，我玩嘛玩这个微积分的阶段，我们只能说没有奶奶这种天生的脑子，我们也算不出来。啊，你粽又要买的时阵，敢有规定要甲送买，还是安怎买？我拢去阿笨的遐买啊，遐送我真舒服。你干嘛点？干嘛点？阿笨的是啥人啦、啊？在头家牛干嘛点？士林的阿姨，我阿笨几啊十年啊。对。士林哦，哪里啊？传统市场，传统市场。啊啊！伊我定咧甲买猪骨鸡，不是，我定咧甲买猪骨鸡，伊唔敢提卖吼。好对，伊拢唔敢，伊看到你啥物好会拢给你，伊都用他家卧室拿出来。我伊个第一号啊，坐你门口上班，叫我坐啊坐啊，我甲讲，伊就甲提货。他可能还奉茶，奶奶你先坐，我甲你放茶。无啦，你个小孩来是先浸水哦。啊，药药啊，你着算好加好，啊，放喺面汤啊，落浸水，啊，盐再嫩再好浸偌久？啊，浸半点就够了。好，办公啊，这个又花了半个小时啊。潘教授终于问到关键了，就是说这个粽叶也要半小时，对不对？哈，差不多软了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洗了嘛。一夜一夜奶奶说五糖哎、欸，奶奶说五糖哎、欸，没啦，还没睡就浸嘛，我们再弄掉，对，还无你顶起，你看撸了就破到了啊，哎，化工博士知道了，这个很厉害，会破，对，因为它的密度就不一样，硬度也不一样，对，来了。粽叶也好了，万事俱备了，豆子、米都好了，然后包完要捆了嘛，对不对？对对对，棉线，棉线，棉线哈，这个好难哦，这个因为是家政系统了，我们没办法。哎，绑个这听呢，手会听，手会听，手会听，手一定就听，因为你搅了一整个一个多钟头的豆沙，啊，你个爱夹到硬，啊，唔知会 Q。对哦，原来它 Q 的问题就是说你包有一点点压力，扎实扎实。你若无含米，无搞到会软软。哦，难怪他，你知道吗？他的我们这样子抓这个粽子啊，很扎实。买的一般的那种软软点心店，对不对？你吃的那种粽子烂烂的，对不对？嗯。但是这个是非常的坚，胶原蛋白很丰富的感觉，它是端端的 ，Q 的，对对对，饱满，很饱满啦，对，就是说它很窈窕。没有松弛感，我们就歪了，再来一次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就是扎。大家有看到我们的那个那个脸书上面有 po 一张照片，你出来，嘿，红豆啊，
糟的秘入去就煮袂熟。哦，那你这样一直拉这个绳子，这个手不就是？这也疼，这个也疼。职业伤害很大。他刚刚讲说他在包粽子的时候，他的手的力道是平均的。嗯，也就是说，他如果力道不平均，他就会再把那个，因为那个米，那个米又挤到豆沙里面，又挤到豆沙里了。哎，你有煮袂熟啊啦？为什么奶奶说他不识字，流体力学却学得这么好嘞？他上下力道一样，他就不会。你那家老，你在物理系耶？啊，我都学啦，我无读书啦，啊，学这我足好诶。刚刚哦，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百个，一开始的时候一百个都想自己做，听到这里只剩两个。我还好，我们今天没有直播，如果有直播，应该剩一人了。但我们离粽子很远，可是却越来越想，心却很想吃。我因拜咧关怀站做几个，你最爱百百几斤，我百个咧。哈，关怀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奶奶有在关怀站。对啊，而且通常人家是说到关怀站，我们就是享受了啊，年煮给我们吃，我们去那边玩游戏呀，哈，绣花，然后做一些健身操。没有，你还要煮哦。你我做几工啊？我无甲提钱啊。啊，你安尼袂使。你得爱提钱，无啦。但是你刚刚讲哦，他说一百多斤哦，一百多斤，他一斤是十颗，十颗一百多斤一千多颗哦。哦，你安尼袂使，你要用卖的，一定要卖。啊，即马袂使啊，即马袂使煮啊，迄民进党提起也袂使。那个妇联会，关键字又出现了。阿文的商店是买什么？基本上没在煮饭啊，没在啊。也算了，就你不要那么累了啦。民进党有想到你太累了，先拿走。无啦，伊个民进党休息啊，休息。那卖煮好一家。啊，我基本上无煮啊，我无煮。啊，我搁爱去孤儿院，爱包去孤儿院，一个老伙仔两粒呢，我拢爱。去干到迄个孤儿院，我来送去啊。老人院，端午节啊，端午节包好了嘛，对不对？包好送去孤儿院，我老伙仔吃，我弄安尼哦。孤儿院的老人院啦，老人院嘛，老人院啦，哎呀，老伙仔，老人院，老人院。我觉得住士林很快乐，因为会有很多那种传统的商店，对不对？哈，嗯，阿笨啊，是不是？阿笨您到就对了，阿笨你家便宜啊，你就家里的。伊较早阮厝边，迄查某囡仔甲阮做大，我看大汉啦，爱嫁咧士林，爱咧开这干妈店老店。老店，老的干妈店，什么都有啦，而且都唔加便宜，内底拢有啦，不会骗人的这种老店。好，我们的万事俱备，可以包好了，对不对？很年限，嗯，年限也可以买得到，也是在那里买的，也是阿笨啊，对，阿笨啊，是 Costco 哎，是你的 Costco。好，然后包好了，一扎一扎，那我们要开始煮了，这个是关键的，因为家里的锅子不会这么大，对不对？哦。我买这么大卡，这么大卡。那一般的怎么办呢，尤博士？你要就分很多次煮。哦，那你一般的锅子一次可不可以煮一？那叫什么？八丈瓜一瓜一瓜。八丈的，那是用吹。哦，那到底现在开始包好怎么办？怎么弄？开始下水，下水，用一个锅子，烧水，烧水。你是冷的时候水的。冷水就放粽子还是热水？你讲咸的是吹啊，甜的是晒啊。甜的用晒，用不要，它咸的是用蒸的，咸的是用蒸的，对。然后这个甜的是用水煮的。我先插播一个问题：北部粽是蒸的还煮的？蒸的，北部粽是蒸的嘛？里面是油饭，油饭哎，刚长红孔哎，孔是两间，孔一样是水煮，水煮一个钟头。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是蒸，有的是煮。那甜的，那你刚刚奶奶讲的甜粽是我们水滚了，对不对？對水滚了才放粽子下去嘛。还有面，拎水都爱下巴掌下落去啊。爱撒六点钟，那水要盖过粽子。要盖过粽子。啊，你即马拿水打吼，袂使下冷水，爱下少水倒咯。那要放几次水？就是一直要看着。那你OK 好，那我们第一次的水是不是已经干掉了，对不对？第一次的冷水煮粽子嘛，啊，要水煮到干吗？不是，你水要放多一点。你爱去看，那无
掌掌无淹到水，你爱加下滚水落去、哦，你就要加，对不对？欸、一直加热水，这个时候加就要加热水。那个水看这个，一定要盖过这种水，盖、這個欸、过，盖过。对啊，那煮多久？煮多久？六点钟。天，那这什么？那我们不就是一直要顾着那个锅子了吗？顾着，对啊。所以你现在离粽子越来越远。我确定这一集摸不到的肉粽，真的耶！摸阿弟差不多。这集的主题叫“我们与粽的距离”。刚杀戏败了，他戏败了。可是问题是，你要煮六个钟头啊！是啊，是啊。水一看到它的水面已经低了，对不对？水位低于顶粽的时候，我们就要加热水。你都差点。旁边又要有一个准备好的那个面壶，一直烧着热水，滚水掉。然后你就要一直 cover 住那个粽子。我加差点加紧。有电壶啊，加紧。有电壶没有用，其他都没有。有这个电热水壶，就是方便你一直加热水，对。然后煮六个钟头，是啊。哇米那么难煮熟啊，那也加拍煮啊，照然后煮完了哦。因为要你扎的很紧吧，从生米要煮成熟饭，熟粽。啊，你煮六点钟，唔再干那磨叽，唔再揪揪。我现在终于发觉了，怀孕很快。煮粽子很慢，这真的是太难了。你爱带阿真的很功夫哎。你未使走，爱带阿哥。难怪我说啊，你们家粽子这么好吃，一定有很多人哦，就是到了端午节就是托奶奶做，对不对？那真的没有办法计价，没办法，因为它光是你这个工，对不对？很多，它就完全不是中央厨房可以做的事情。你看，看个空啊，还拢无看到米哦。不是，而且你知道这个米是亮的，大家看得到吗？这米是亮的，对，都爱空。我绝对不会给别人的这三个，这是简直是贡品了，简直是哦。那煮好是不是要给胡总？啊，煮好可能。啊，你那啥好是提个凉吗？凉。你甲放在迄落蒸笼的有洞洞无？对对对，蒸笼。啊，甲劈哦开，放在有风的所在。凉凉凉。哎、欸，我发觉这个甜粽要吃冷的，更 Q。对，所以说完全。你若爱煮啊，你再 Q 啦。啊，要一定要，重点是六个钟头啊，要扎得紧，对不对？那我一个问题，怎么样知道它好了？时间到就好了。我们不用筷子去擦，不用擦那个粽叶，时间够，时间够，要计时就好。你六点钟若到哦，啊，就差不多啊。我定咧煮，我知。我你定煮迄时，我煮偌济年啊？就六个小时 ，OK 的。天啊，那可能要巡演嘞，奶奶。如果真的要做这个粽子的人，说真的，这个是完全就是扎扎实实的经验跟功夫。对。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啊，各里啊，他们都会办这个包粽子活动比赛，不是活动了，不敢说比赛，就活动，那就是里长准备很多的料，然后你就可以来学包粽子，当场蒸好当场吃，对，那种都是咸粽啊，对，你没有办法这种，没有办法，甜的是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咸粽，因为咸粽不需要到奶奶的功夫，奶奶的精华，毕生精华跟功夫是在这个甜粽。甜粽其实完全没有办法现场包、现场吃，没办法，因为他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六小时。那你那个，你像我们北部粽，它就是油饭嘛，对，所以那我们通常是把油饭都已经炒好放在旁边，然后所以你的李林来只是把料放在那里弄一蒸，加热，那这个很快，对，你了解吧？这个很快啊，对，因为北部粽的饭是炒过的，对不对？然后就只要蒸就油饭了，对，它那料也都熟的，所以你李林来的时候，你只要把熟的油饭铺在下面，然后上面放你要放的肉或者是任何的东西。菜脯什么的，然后再放熟的油饭，一绑起来一弄一蒸就好了。哇！但是我觉得奶奶，你现在是不是整个天母市东的那个国宝了？因为没有人会包这么难的东西啦。我包咸粽，我好食哩。咸粽包有。不是，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还有别的诀窍？就是这种咸粽。那种差别，我叫马来西亚，我叫我胖嘞。马来西亚的胡椒。马来西亚，我小妹去马来西亚甲买。哇，天哪！胡椒。已经用到外来的南洋食材了，所以有香啊，差有香，
啊，咸甜有够 Q， 再好吃。我真的非常感谢奶奶今天来，让儿子讲话的时间更少了，因为这不会夺回发言权了。奶奶还有咸重哦，哈，马来西亚胡椒，我们下次也要吃。谢谢，谢谢奶奶，谢谢博士，谢谢两位博士啊，谢谢，谢谢，感谢。然后大家端午节快乐，我们超前部署，明年6小时前我们就开直播。